天气太冷了，把我的泥都冻成彩虹干皮了。没关系啊，我们可以改造它，用一元去求求财神猫吧。财神爷爷，给我一个改造干皮的神器吧。哇，真的有！小爱，我在财神猫那里得到了神器，六个恐龙声控球，能泥浆干皮。哇哦，那我们看谁改造成功。输的人吃臭皮蛋，石头剪刀布。哦，输了。我要个红色的小恐龙。哇哇，那我就要一个绿色的小可爱。哇，一起来解剖呀！喂哈，在厨房里，赶紧去找。厨房会有什么呢？原来是你，我带了个锅回来炒菜。平底锅来上阵，彩虹干皮来喽。学猫叫，我懂了，我们一起学猫叫，喵喵喵喵喵。哇，一大袋的仿真米粒，这干皮也太干了吧，我剪碎你。仿真米粒来一波。第二轮，我要个紫色的小恐龙。哇，我就要一个蓝蓝的，超萌哦。喂喂，这么可爱的恐龙我都不舍得捏了，还是要捏的。哈哇，深啃大葱得宝贝，我准备好了。哇哇哇哇，我的宝贝呢？哇，没有白啃，倒有酸到不见眼睛的醋。这个小恐龙我也有一个，你们觉得它一样吗？都是那么的可爱。解压时间。喂，啊，字条出现。呵呵，绕口令，这个我最在行了，我就用粤语说一个吧。咯咯咯嘎，有咯咯咯嘎的咯咯，有没有听得懂的小可爱？弹幕来播一。那么我的遗物呢？哎，牙膏可是个好宝贝哦，牙膏尽情的霍霍。最后一轮，不用说啦，绿色的小恐龙归我。嘿，这个紫色的小可爱是我的，你们有没有见过这么 Q 的恐龙啊？喂，有没有把你们所有的压力都捏碎了？哈，头顶爆气球的宝贝，不会吧？真的要抱他呀，好可怕呀。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哇，全是面粉，好白呀，我的头发有没有变白呀？喂，原来是亮片，不过还是有点不值得哦。这亮片不错哦，我嚼嚼嚼，花了我这么多功夫，居然一点变化也没有，哎，失望啊。小恐龙一起比个耶，原来是猜表情啊。变茶，一三个是水，一四个是湖，变热水壶，真的是热水壶耶。哇，里面还有水，难道是用水来做泥？给我倒点热开水，开锅煮，变成了芥末，手感依然棒棒的。送朵小花花给你们，太高兴了。改彩虹干皮成功，给我点个赞支持一下哦。苗姐快接受惩罚吧。哼，爆得我一头的面粉，还输了呀，臭皮蛋。哇，蚊子好臭啊，怎么这个有尿骚味？哇，来个灵魂大拷问，我刚才说的绕口令一共有多少个数字呢？告诉我，记得点赞还有关注，喵 yes。